去船岛，抹下来，画了一个立圆，走，快走。然后到下弧线的时候，我们去强调一下。这个强调有头眼的配合，放正，把头含下来，把眼睛落下来，去强化一下往下落的这一下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的呼吸，呼，吐口气，我们的躯干要有一个从腰开始的下沉的动作。所以在这个快绕之后，快绕之后强调一下，用身法强调，用气息强调，用头强调，用眼睛强调，看眼睛看前，走，吐气落，视线放下来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慢坐我们先不着急，感受主动随动，快坐去强化一下，然后走，拎起来，这时候身法，身法，哎，还是用身体，用头眼去强调一下，动作里边可以蕴含的更多的表现力。所以往左走，慢的一周，快的，哎，强化韵律的，然后走，端端正正的向右走一周，快的，加强化的舞姿形态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三组动作，清楚了没有？阿依利亚说